要划分。各种电工测量仪表，无论质量多高，其测量结果与被测量的实际值总会存有或多或少的差值，这种差值称为误差。一，仪表误差的分类。一，基本误差。仪表在规定的使用条件下，由于结构、工艺制作方面的不完善而带来的误差，称基本误差，也称仪表的固有误差。二，附加误差。仪表在规定的工作条件以外进行使用，由于外界的干扰产生的误差，称附加误差，也称额外误差。仪表的基本误差是我们使用者无法克服的，但我们可以遵守仪表使用的工作条件，如温度条件、放置方式、频率条件、避开强电场、强磁场等等，这样可以减少或消除附加误差，以提高测量的准确性。二，仪表误差的表示方法。一，绝对误差，用德尔塔表示。绝对误差是指仪表的指示值与被测电量实际值的差值。我们把用高级标准仪表测出来的被测电量的数值看作它的实际值，指示值减去实际值等于它的绝对误差。从式中可以看到，绝对误差可能是正值，也可能是负值，这就要看仪表指示值是大于实际值还是小于实际值了。实践证明，仪表的绝对误差的大小并不能如实地反映其测量程度的准确性。例如，有两个电压表测量两个电压，甲表测100伏电压值指示为102伏，绝对误差呢是2伏，乙表测20伏电压时呢，乙表指示为21伏，绝对误差为1伏。经过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虽然仪表的绝对误差小于甲表，但其测量的准确程度却不如甲表。相对误差等于仪表的绝对误差比上被测电量的实际值乘上100%。有了相对误差，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了仪表的准确程度。仍以上面的例子说明，大家看这个表，甲表绝对误差是2伏，
相对误差是2%。仪表绝对误差虽然是一伏，但是相对误差呢是5%。表中表明，假表比仪表测量更准确。在工程上，有时难于确定被测电量的实际值，而指示值又与实际值比较接近，所以工程上呢，常用它的实际值取代它的指示值，近似计算。所谓引用误差，就是仪表在测量最大时的相对误差。这样，如果我们事先知道了仪表的引用误差，又知道了它的最大量限，就可以方便的求出仪表的绝对误差值。前面已讲，仪表的绝对误差又是基本不变的，这样我们可以依照相对误差的定义，估算出仪表在测量不同数值时的相对误差，这样使我们对测量的结果便于分析。三，指示了仪表的准确度。仪表绝对误差的最大值德尔塔 M 与仪表最大读数 AM 的比值用百分数表示，称仪表的准确度。我们知道仪表的量程越大，可能产生的误差也最大，两个最大值相比，实际上也就是仪表的最大引用误差。根据国家标准，电工指示式仪表的准确度等级分为七级，即0.1级、0.2级、0.5级、1.0级、1.5级、2.5级、5.0级。不同级别的仪表基本误差也不一样。我们从图中可以看见， K 值越小，基本误差也就越小，准确度越高。0.2级的仪表比0.5级的仪表准确度要高。四，仪表准确度等级对测量结果的影响。下面我们通过几个简单的例题来说明一下准确度等级与误差的关系。例一，求准确度等级为1.0级、量程为250伏的电压表的最大绝对误差。依照准确度的定义，可以得到%K 等于 Δm 乘以 Am 乘上100%，所以得出 Δm 等于%K 乘上 Am， 最后得到数值正负2.5伏，也就是说它的最大绝对误差是正负2.5伏。第二，求准确度为1.0级、量程为10安的电流表，当被测电流为8安时的最大相对误差。求最大相对误差
先应求出最大的绝对误差，因为最大 M 等于百分之正负 K 乘上 AM 等于百分之正负一，因为它是1.0级的电流表，乘上10等于正负0.1安，也就是说电流表的最大绝对误差为正负0.1安。因为在工程上相对误差西塔等于德尔塔 M 比上 AX 乘上100%，最后得到西塔等于正负1.25%。第三，求准确度为0.5级，量长为100安的电流表，当背侧电流同样为8安时的最大相对误差。同理，先要求出最大的绝对误差，德尔塔 M 等于正负0.5安。西塔等于德尔塔 M 比上 AX 乘上100%，等于正负6.25%。我们对比例二、例三，可以看出，同样是测量8安电流，量长为10安的电流表测量时，它的相对误差是正负1.25%，要小于量长为100安的电流表。尽管前者的准确度等级低于后者，例题给了我们这样的提示：选择仪表时，绝不能片面追求准确度的等级，而忽视对量程的选择。二者都是对测量的准确程度产生影响，不能偏废一方。通常应选背侧电量的数值占量程的1/2以上。例如，要测3安电流，应选5安的电流表，不应该选10安量程的电流表。五，交流电流表和交流电压表。一，电磁器交流电流表。A 系列的电流表电压表结构简单，过载能力强，但表盘刻度不均匀，是很大的缺陷。这种电流表可通过加大固定性圈变硬的办法来报答固定圈线性运输，它的量程就可以做得变。电流表还可以通过将固定线圈分段串联或并联的办法，测量程。见到串联时，量程小；并联时，量程可以扩展一倍。也就是说，电磁器交流电流表也可以做成多量程。二，电磁器交流电压表。它的特点是通过将固定电圈与电阻串联的方法扩大量程，这一点与磁电器原理相同。
他都这样讲，地主小，工作少，领土都低，不是你叫低两成的电压表，前行电流表，前行电流表是一种特殊的交流表，它可以不动态背身，在用电设备正常工作的状态下测量交流。前行电流表由三部分组成：磁电系表头、电流互感器、半导体整合技术。这原理是利用了变压器原理。前行表将变车的路差不多全走，相当于只有一发线圈的变压器的初级。初级的大小必然发生在自己上，这样我们通过自己感应电的测量可看出初级背侧电流，然后在表头上标出相应的刻度。感应电流表准确度低，因为可以不变测量电流，所以应用还是很广泛。一，指示仪表的组成及原理。指示仪表由两大部分组成：测量机构和测量线路。箭头，测量机构也称表头，是由它来完成把电量转换成指针偏转的机械转距。测量线路的作用是将被测量的变量，如电压、电流、电功率，变换成表头可以接受的固定电量，如微弱的电流，还要确定过渡电量与内侧电量的比例关系。这样，表头中指针偏转的角度就按比例的反映了内侧电量的大小。同一系列的仪表采用相同的测量机构，就是相同的表头，可以同的测量线路，这样可以制成不同电量、不同方式的仪表。是仪表的分类。原理，指示仪表的分为磁电系、电磁系、电动系、感应系、静电系等类型。下面向大家主要介绍磁电系仪表。磁电系仪表的结构特点是：一、表头内的磁场是由拥有磁铁产生，也就是说，在磁电系仪表当中有一块拥有磁铁。二、表针的转距由活动线圈同以按比例抽样的内侧电流产生。三、磁电系仪表只能测量直轴，它的端子有正负极性之分。这种仪表如果把正负接反，表针会反偏，这样表针呢会打弯。四、
对仪表客户拒绝，对于本质不受，因为电磁力、电磁转矩与活动线圈中的通电电流成正比例，所以表针的偏转角度呢也和电流成比例。客户是电性的、均匀的。五，准确度高、灵敏度高。电磁力仪表，它的永久磁铁产生的磁场很强，受外磁场的影响很小，所以准确度比较高。所谓灵敏度高，指你是微单电流，也是表面的比较灵敏。六，过载能力小。这个系表头中的活动线圈线径很细，线圈中电流大由此来引进引出，当过载时电流大，线圈可能被烧毁，游丝呢也可能会疲劳不及。磁铁系仪表结构一般制成直流电流和直流电压表，测量与计量。一、测量及测量的方法。什么叫测量呢？通过实验的方法去确定被测电量的大小，把被测电量与同类标准电量进行比较，从而确定被测电量的数值和单位，这就是测量。例如我们买食品要用台秤来测量物品的重量，我们买布要用米尺来丈量，这些都是和同单位的标准量进行比较。常用的测量手段可分为：一、直接测量法，采用直接指示的仪器仪表读取被测量的数据，叫直接测量法。我们用万用表测电压，用电流表测电流，用功率表测有功功率，都可以直接从表头刻度上读取数据，既简单又方便。但是这种直接测量法要求把仪表要直接放入到被测电路之中，这样会使原来的电路的组成结构和工作状态发生微小的变化，会影响测量的准确性。二、间接测量法，依据被测电量与其他电量的函数关系，可对其他电量进行测试，然后再推导计算出被测电量，叫做间接测量法。例如我们可以利用福安法测出电阻的数值，被测的对象是电阻，我们可以先间接的测出电阻的端电压和流经电阻的电流，再利用欧姆定律计算出电阻的数值。又如我们要测正在工作中的某条支路的电流，但
又不便将这条支路断开。此时我们可以先测出这条支路中某个电阻上的电压值，再用测得的电压值除以此电阻值，就得到了该支路的电流值了。比如图中是一个三极管放大电路，我们想要测三极管的发射级电流 IE， 就可以利用测发射级电阻 RE 电压的办法，测出来 RE 的电压再除以 RE 的电阻值，就可以得到电流值 IE 了。总之，间接测量法一般用于难以直接测量的场合，不过由于是间接测量，难免有较大的误差。三，比较测量法。测量中通过比较仪器将被测电量与标准度量器进行比对，从而确定被测电量的数值，这种方法称比较测量法。度量器是标准测量单位的复制体，如标准电池、标准电阻、标准电感等。常用的比较法测量，比如用电位差计测量电压、电势，用电桥测量电阻。比较测量法的准确度很高，适用于校验仪表或精密测量，但与上两种测量法相比，操作比较麻烦，设备也比较复杂。二，计量。将合格的测量仪器与国家计量部门的基准进行比对，从而确定仪器自身精度的过程称计量。计量是一种高精度的测量。所谓基准，是政府或一些行业的权威部门用当代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所建立起来的特殊设备，它具有最高的精确度和稳定性，用于规定、保持和复现某种物理计量单位。三，精确度。测量离不开精确度。那什么叫精确度呢？精确度有两个含义，一个是精密，一个是准确。一，精密度是指测量数据密集的程度。二，准确度是指测量数据接近真实值的程度。其使用，一，组成结构。一般由磁电系表头和与之不同的分流电阻组成。磁电系表头灵敏度很高，仅能通过几十 VR 到几百 VR 的电流。当我们测量较大电流时，可采用静电电阻的方法，可使表头表得到扩展。如果把 R 是表头电流，因为磁电极
呀，他姓圈儿，现今很圈儿头很多，所以呢，你走来走去是 RC，RS 是路由器的组，RC 找到反光电流值，也称导头的电力度。技术的发展，电工电子仪器仪表已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正在工农业生产、国家建设及科学实验等项事业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随着我国四化建设的迅速发展，用电范围不断扩大，因此更需要掌握电工测量仪器仪表的有关技术知识。为此，在这里我们向大家介绍常用电工电子仪器仪表的使用与维护。第一集，仪器仪表介绍及测量的基础知识。一、电工仪表及电子仪器。一、电工仪表。
见实例，通过直接或比较的方法去测量电器参数的仪表称电工仪表。一、指示式仪表。指示式仪表是应用最广泛、数量最多的电工仪表，如电流表、压表、万用表、功率表、电度表、噪欧表等等。这种仪表也称电磁机械转换式仪表，其基本原理是先将被测电量转换成仪表内的磁场或磁场中的电流。二、比较式仪表。这类仪表有直流电桥、电位差计、标准电阻箱、标准电感箱。比较式仪表对被测电量不是直接的测量，而是将被测电量与非常标准的电量进行比较，从而得到被测电量的数值。三、数字式仪表。这类仪表有数字电压表、数字万用表、数字频率表等等。二、电子仪器。电子仪器的品种规格很多，但按其用途可大体分为六类。一、测量基本电量的电子仪器，如电子管电压表、晶体管毫伏表、频率计。二、测量电量波形的电子仪器，比如通用示波器、脉冲示波器、双宗示波器。三、测量元件参数的电子仪器，如 Q 值表、万能电桥。四、测量电子器件及半导体器件性能参数的电子仪器，如晶体管图示仪。五、各类信号源，如直流稳压电源、正旋波信号发生器、脉冲信号发生器。常用表压表的选用与为：一、选用。一、根据被测电量的类型选择不同的仪表。根据测性质选择仪表的程度。三、根据环境选择温度不同的仪表。四、
粮食，要选择合适的粮程。前面讲过，粮程不同，测量的误差也不同。五，低供的条件，选择抗干扰能力较轻的。这里主要考虑的是强磁场、强电场及振动等因素。六，根据不同的工作性质，选择地道和尺寸及客户大小。二，仪表的维护。一，使用时要防止剧烈震动和碰撞。二，使完要将量程开关置于最大量的位置，目的是什么呢？防止使用时，如果不选择就盲目测试，如果放在小量程，这个仪表会带来损害。三，放仪表地方要干燥、安全，避开磁场。四，要经常检查仪表的外壳、玻璃板、调理钮是否完好，表针是否转动灵活。五，要定期校验准确度和其他的技术指标。电子管电压表和晶体管电压表。一，性能特点。一，输入宽。二，频率为宽。输入抗，一般的导管电压表都大于1兆欧，频率范围一般的都可以达到几百千赫兹到上兆赫兹。灵敏度可以测十几微伏、几微伏、很微弱的电压。它是线性刻度，也就是说刻度均匀。而我刚才讲的电子系交流电流表、交流电压表，它的刻度呢都是均匀的，按频率分。二，结构及工作力。电管电压表和晶体管电压表，它组成基本四大部分：减波、直流放大器、电源和自电系表头。它的工作原理是这样：这次交流电压先减波，变为直信号，再送入直流放大器。放大作用呢，是把微弱的内侧电压放大到足够弧度，再送到磁电表当中测量，这就相当于提高表的频度。电子管电压表的信号很多，比如常温油、气地油，是一种低频电子管的表。DC5 是高频电子管大表，晶体管电压表 JB1 是一种低频的电管电压表，A16 是高频的晶体管大表。下我们以 DH6 为例，大家介绍一下它的使用方法。三，D16型晶体管表的使用。一，主要就指标。一，输入阻抗，1000赫兹时
书店总大于照顾。二，标电压平均范围20伏到1兆伏。三，测量范围只有10，一共共分市长从100微伏到300伏。四，使用电源交由220伏50赫兹，耗电3瓦。二，使用时通电，先要将输入杆短路，等待表头稳定后开始通灵。二，事先要估测被测压的大小，选择商的量程。若事先不知道电压的大小，那么可先将杆子放最大，然后逐步递减。三，测试输入的地方必须要与被测信号的地边相，因为 DA16 晶体管附表输入线的地点是与这个仪器的外壳相通的，如果错，有可能会使仪器的外壳。四，电压的刻度是有效值，如被测的电信号严重失真时，那么就没有意义了。三，表盘刻度 DA16 晶体管附表已有3条刻度，一条是零时的刻度，是为1毫伏、10伏、0.1伏、1伏、10伏5个量时表。第二条度是0到3刻度，它是为3毫伏、4毫伏、0.3伏、4伏、3伏、300伏6个量程使用的。第三刻度是个分解刻度，当这种毫秒作为电表作为电用的时候，要出这条刻度是-10分贝到正12分。四，测量演示及使用注意事项。下面我们就以晶体管附表的使用演示来说明在使用时应该注意的问题。我们用一个新发生器，它输出2组频率不同的信号，然后用毫伏表去测一测，这个电压号。这是呢，跟大家说使用时的注意事项。第一，毫伏表应垂直放置，否则影响测量精度。第二，测试前先接地面，然后再接信号端。测试完了拆卸呢，应该先断开号端，再断开地端，这样呢对表可以进行保护。三，通电前一定要认真检查是否地地相接了，防止外壳电。四，如果使用100毫伏以下的表量程时，应该防止输入端开路。如果输入端开路，那么外界干扰电压就会输进到电表里面，使表针满度。这种情况呢，打表针，也就是说干扰信号过大。